我上个赛季差一点就上新瑶，气死我了。最近放暑假了，想要后面的话我就不说了。就是有时候总是会，就是感觉玩着玩着游戏，手机看到屏都碎了吧，这都是砸的。你平时游戏玩的多吗？我吗？嗯，还好吧。说完这句话，感觉自己都不信。哇，我晋级赛啊、哦！我得画完眼线再打。我现在的妆可能会马上会越来越浓，因为我现在是 MV 拍摄的妆容。